这天我收到朋友松饼的邀约，加入他的重机迎娶车队，一起用我们喜爱的事物为这场婚礼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。走过一小段平面道路，再度上基隆高架道路，阳光也终于在这时候穿过云隙洒在路面上。路人在拍手，他是路人吗？哦，辛苦辛苦辛苦大家！现在心情怎么样？紧张，会紧张。哦，你会紧张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虽然说按着流程走，但是你永远不会发现什么事。希望一切顺利啊！这天我收到朋友松饼的邀约，加入他的重机迎娶车队，一起用我们喜爱的事物为这场婚礼写下值得纪念的一页。他在上面准备哦。对。哇哇哇哦！所以这样就是完成了吗？啊，那个直接给你绑在车上的，这个直接绑。哦，是这个直接绑。哦。然后下面长长的就像缎带一样。OK。今天起来了。六点半。六点半。车红包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哎呀呀呀呀，感谢感谢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，没有了，我会破产，不要，我家里是七五折，我都怕他骑骑起来，然后我就是怕他掀起来啊，不会啦，应该飞掀起来应该还好吧，比较怕等下骑起来，他会先被掀起啊，没关系，他如果有飞起来的话，他会拍到，你认识他多久了？啊，嗯，高中到现在，哇，高一同学，你们也是吗？我们三个都高一同学，帅。中间有断联一段时间，有断联，后来是骑车，又是骑车，骑车来，骑车很容易。之后，然后他发现我带他骑，他就跑来追。哦，然后之后他就买车，对，我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把他推下来。待会就跟车吧 ，OK， 对，应该大家会慢慢骑，应该吧，好，应该吧。待一切就绪后，我们踏上迎娶的路途。新郎松饼带头，我压在队伍的最后端。这群朋友是当时南横第一天开通时一起去那趟见证之旅的朋友们。我们还蛮常一起骑车出游，像是去宜兰朋友家烤肉，去苗栗露营，去北海岸钓鱼。所以其实这天的感觉和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差不了多少，是非常熟悉的组合。不管是报路况还是群内的聊天，都和平常非常相似。不同的是绑在车头的彩带，宣示着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。沿着内湖港前路转进堤顶大道，左方并行的桥梁是环东大道，我们则是要由麦帅二桥汇入正气桥往基隆路。信义区的高楼在灰白的云间耸立，对于我们重机迎娶队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天气。走过一小段平面道路，再度上基隆高架道路，阳光也终于在这时候穿过云隙洒在路面上。走到尽头，接上水源快，台北市高架路网在市内纵横交织，在交通层面上，
也让我们能更加便捷的在台北市区内穿梭。而每当我骑着有路权的机车在高架道路上行走时，顺畅的车流、迎面的风、开阔的天地、居高的视野，那种自由快意的感觉，真的让人眉头舒展，心情愉快。很快的，我们走到水源快速道路的尽头，转往中和，新娘的家也不远了。路人在拍手，他是路人吗？哦，辛苦辛苦辛苦大家！现在心情怎么样？紧张，会紧张。哦，你会紧张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虽然说按着流程走，但是你永远不会发现。希望一切顺利啊！有这个环节，我发现这里是我大学前女友的家。迎娶的流程结束后，我们踏上往婚宴会场的路，第一件事就是离开中永和。可以可以，这很中永和。接上锦屏路，路终于明朗宽阔起来。从秀朗桥接上水源快速道路往基隆路方向，再次越过台北市信义区的核心地带。沿着左侧，我们由堤顶大道往大直前进，今天的婚宴会场所在地。哦，要进去里面哦，好帅哦！哇，好棒哦！我们相信今天一定能够在这里幸福地见证他们两个快乐的婚礼。宝贝女儿未来就交给你照顾。经过了许多疯狂和充满惊喜的旅程，我们的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约会，第一次带露营出去，第一次露营，和我的第一次行程，因为能跟你这么棒的人在一起，每一天都让我感到非常幸福。我们的人生无法预料，但只要能对的人在一起，就什么事都可以面对。而你杨丽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对的那一个。最后，你常常说我是很幼稚、找不大的小屁孩，我向你保证，过了今天，我还是那个找不大的小屁孩。杨丽，我爱你，我迫不及待想和你度过未来的人生。